人与人站的位置不同，处的角度不同，干的工作不同，担的责任不同，人生感触也就不同。心与心相似，都需要一份理解，都想要一份体谅，都渴望一份包容，都希冀一份心疼。无论地位高低，财富多少，人与人都需要交流，人的心都需要抚慰，人心是交换的。你若对我好，我就会对你更好，你若对我真，我就会对你更信，相互回应的感情才能长久，彼此真诚的心灵才能相处。不辜负一颗心，人心就会暖，不亏待一份情，朋友就会罢，人心是互补的，谁的路也不是一直畅通，谁的事也不会一帆风顺，遇到难处互相拉一把，心有烦闷彼此劝一下，给出援手的人会得到回报，懂得体谅的人会收获真情。人心是有感触的，你不计较别人的过错，别人会感恩你的宽宏，你不笑话别人的缺陷，别人会感激你的尊重，你不无视别人的难处，别人会感动你的善良。永远记住一句话，助人便是助己，敬人亦是敬己，懂得换位的人永远不会吃亏，必将受到别人的善待。懂得换位的人永远不会孤独，终将得到别人的守护。懂得换位思考，就能远离烦恼，唯我独尊。自私自利的人注定孤独终老，烦恼不断，唯有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